过去看看。六合四海之内，天地星辰变迁，万物死生轮回，唯玉魂猫能解。哎，原来是这里。怎么了？这个顶上的咒语就是我穿越回来时念的咒语。这该不会是我回去的路吧？难道说，只要灵力足够，不需要集齐五色石，也能回去？恭喜你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可是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玄玉、长恨，他们要是见不到我，他们肯定会难过的，对吧？其实我最舍不得的人是你，秦墨言。只要你告诉我，你要我留下，我就绝对不会走了。好了。别想了，你不是一直都说想回去吗？这里本来就不属于你，回去吧。